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告诉你们，我姐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哎，这就是新房，漂亮不？漂亮。什么？跟谁？跟我姐夫呗。哎，哎，你怎么占我便宜？他不是我姐夫，他是最近特别火的张同学。大家好。哎，兄弟，啊，摄像头装好了吗？他俩马上就回来了。装好了。哎，小雨啊，啊，你说你在你姐夫家装摄像头，这合适吗？哎，没啥不合适的。这么回事，我姐呢养了一条狗，她装这个摄像头就想看看这个狗在家都干点啥。你可拉倒吧。啊，你说那条狗应该是你姐夫吧？啊，装这个摄像头也是为了见识你姐夫那点私房钱儿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咋知道的？我咋知道的？就这招，我姐这么多年把我姐夫拿捏的那是死死的。你这是哪个？行了行了，啊，同学归同学，钱还得结。哎呀，给你钱儿，我还能差你钱儿吗？你说，我拆了。哎哎哎，别别别，你这样这样，过两天，过两天我让我姐夫亲自给你结账。哎，姐夫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姐给我的钥匙啊。哦哦，对。你谁呀？啊，这我同学。我是他同学。哦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来来来，快快拿一下。哎呀，勒死我了！走走走。哎，来拿着钥匙。我要这个干嘛？你这个不要，你一会儿这都没了。顶账顶账啊！快快快，快待会儿啊，我把咱们的年货往你爸妈那一，我年货呢？哟，我提着这年货进来的呀。哎，你看这手上还有勒的印呢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是不是落商场了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就是丢三落四的，忘这个忘那个的。哎呀。你忘了没有？今天啥日子了？今天啥日子？好吃烫。今天去民政局领证。是。对。哎，户口本赶紧拿过来。我现在就去。你等等。嗯。拿户口本之前，我还是想把这事儿跟你爸妈说清楚。不行啊，不能说。必须得说，要不然我心里难受。哎呀，你要是说了，我爸妈就不能让我跟你结婚了。啥事儿啊？千万别告诉他。咋了？我求你了。啥事儿啊？没多大事儿啊，就是我跟你姐夫结婚，这个婚房是你姐夫租的。租了？完了，耳鸣了，听不见了。我告诉你，别告诉他，偏要告诉他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姐夫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嘴多严呢，我绝对不租那个，不租。小雨，我弟弟，那也就是你弟弟，我还。我弟弟，你真没有我了解你弟弟啊？啥意思啊？行了，你快走吧，快去拿户口本。哦，回来以后咱们领了证，咱就没事了。好的，啊，老公，等我凯旋的消息。嗯，哎，嗯啊，姐夫，我烦你，赶紧走吧，弄完事赶紧走吧。你看你狐狸尾巴露出三米多了。姐夫，你不要这么了解我吗？我太了解你了。啊，我是你姐夫，你除了找我借钱借钱就是要钱要钱，你除了钱还有什么别的事儿？哎，我今天可是带着俩礼盒来看你的啊。千万别说礼物，一给礼物就是要钱。什么礼盒？什么礼物？礼盒吗？就俩礼盒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！哎呀，不是，虽然是空的，但是我一片心意都在这个空气当中了。姐夫，你别叫我姐夫，太贵。姐夫，你要给我钱，我管你叫姐夫。行行行行行，看你那个面目狰狞那个样儿，嗯，那行，那我现在就回家，我跟爸妈聊会天去，我就聊一聊他们闺女的这个新房是花多少钱租的。哎，走了。借多少？十万。十万？对对对。来，我跟你说，没多少钱。你看，待会儿啊，咱们啊，到了银行之后哈，啊，咱们一块儿走啊。一会儿就其实你走吧，你。哎哎哎！姐夫，我忘了他有钥匙了。姐夫，我这回真的有急事儿啊！闭嘴！一天到晚找我借钱，借钱，借钱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借给你的那些钱，都是我准备给你姐买钻石戒指用的。真的？哎呀妈，姐夫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多少有点不是人了。你说，你是攒着这个钱要给我姐买钻戒？
哎，不对呀，你把买钻戒的钱借给我了，那我姐现在手上戴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玻璃的。玻璃的，磕着一个耳朵来呀。姐夫，你猜这回我又拿什么事要挟你？婚房的事值10万，假钻戒的事起码又值10万，里外里20万。没事，姐夫，我给你打个5折啊，10万就行。谢谢，没事。这说不对呀、啊，我借他钱我还谢谢他？你给我站起来！动不动就要10万块钱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考个驾照。考驾照？对，你要买驾校吧？不是，飞机驾照。飞机驾照、啊、地球装不下你了，为了不还我钱开着飞机逃逸呀、啊、不是，我这最近不是交了个女朋友吗，她喜欢飞行员，为了我们俩坚挺的爱情，那我不得考个飞行驾照啊？喜欢飞行员你就考飞行驾照啊？对啊，她要喜欢个富二代，那你还得认个富爹呗，爸爸。无下限，你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给我站起来。爸爸，男儿膝下的黄金，今天终于到了变现的时候了，来，搜我！骗子现在都上装备了，我真服你了，我扫你，我扫你，我给你个扫堂腿，我扫死你！哎，这得加5万啊！舅舅，爸爸，舅舅，爸不是咱俩啥辈儿啊？这是？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吧！嗯。我真没钱了，我那点钱是为了跟你姐办婚礼用的。我这样，我俩只要领了证结了婚，然后之后我所有的私房钱我都借给你。这你说的啊？嗯，好，行了，起来吧。好，哎，这、啊、这一拜春风得意于是意，对不起，我走错了。走了没有？我不敢看呢。起来！我以为我进精神病院了呢。你俩这是干啥呢？地上好多头发。你俩谁的头发呀？啊？户口本拿回来没有？拿回来了呀。我看看。哦，对，在这儿呢。这儿呢。有了户口本，咱们到民政局登记就没事了。走。哎，姐夫，哎，别走啊，姐夫。你谁呀？我是他弟，我是你小舅子。怎么变得那么小了？你少跟我装蒜啊！呀，突然长大了。不是，你刚才亲口说的，你俩结婚以后你就把所有的钱都借给我。你还问你姐夫借钱了？啊，他找你借过。啊，问你借多少？10万。10万？不是，没，借那么多钱，借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不是我考驾照。考驾照？你是要买驾校吧？飞行驾照？地球装不下你了啊啊！为了不还我钱开飞机逃逸啊。你俩真是两口子，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呀，你俩。他说他女朋友喜欢飞行员。你听他说，他嘴里有一句实话吗？啊，小雨，我问你啊，你除了问我俩借钱，你还问谁借钱了？真没借过了，别人我开不了口。真眼熟人坑啊！不是，我这回真的有急用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一分钱没有。爷，翻脸呗，这是。哼，户口本都有了，我们都要去登记了，谁还理你呀、啊？就是，不是姐夫，你就那么自信吗？哼，姐，把你的左手举起来。要不咱们借给他吧？哎呀，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！我都觉得有点快，不过不是。姐，不是姐夫，不是这个洋洋，我跟你姐夫，你加把劲儿啊，要不我说了啊，我这你先别说，我来说，我跟你说，是这么回事，我肯定是不会借的，是不借，但是借了他也不还。行了，我先说吧，我给你的这个戒指是假的，假的，玻璃的，不是私人定制吗？是。是我私人在沈阳玻璃舞厂定制的。我的！都听不见了。
哎呀呀呀！哎呦，哎呀，我那些钱都借给你弟了。黄小雨，你打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这样啊，以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一分钱没有了。哼！呀，你俩跟我耍臭无赖是吧？对，我们就是臭无赖。行，你若不仁，我便不是人。我现在就给爸妈打电话，你就看我说话好不好使就完事儿了。你敢给妈打电话，我就给爸打电话，我把你那些破事我全告诉他，我看他怎么治你。姐，你这是恩断义绝了呗？不是恩断义绝，是鱼死网破。不是，姐，我跟你说，我要钱我真的有急用啊。我不相信。我要干正事儿。前段时间咱们辽宁大学整个沈阳3000多人投入紧急救援，那路上发生了多少感人肺腑的好事儿！我就发现，在这危难的时刻吧，出手相助的往往都是陌生人。所以我就萌生一个想法，要办一个陌生人互助站，让这些温暖别人的人也能够得到温暖，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能有一口热水喝。我们不相信。我这么说吧，为了先立业后成家，我现在已经不谈恋爱了。你看，我要单身。可是这个互助站前期的人工、房租、水电，那都需要大笔的钱呢。我还是不相信。媳妇儿，我有点相信了。为啥呢？我了解你弟弟。他骗我的时候，他组织不起来这么大段的独白。兄弟，我信你，你这个互助站要是建起来，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者。真的？谢谢你姐夫。这样，你俩婚房的事儿我绝对不说。对。你提醒我了。啊，你干啥呀？给你妈打电话。你干啥呀？我要坦白，我再也不想生活在你的阴影当中了。通了。喂，谁呀？阿姨，我是郭子。洋洋把户口本拿走了，你还有事吗？阿姨，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但是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坦白。我和洋洋结婚的这个房子是租的。不是我说的。阿姨，您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富裕，其实你买过一套房子，但是你说自己上学是家里卖房子供的，硬是让爸妈住。我相信这样有爱心有孝心的一个人一定能把我女儿照顾好。祝你们幸福。阿姨啊，还叫阿姨。莫阿妈，谢谢。姐，姐夫，你俩太仗义了，你俩这么仗义我也不能掉链子。我今天要干一件让你们永生难忘的事情。还钱。还钱？对，钱没有。但是我有这个。啥呀？这什么？你看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。这拍的好像是我们俩呀。可不就我俩吗？我手里拿着年货呢，是不是给你了？哎，别，先别说年货的事，摄像头啥时候装的呀？摄像头？对，装这么多摄像头是不是要监控我们啊？我们还要孩子呢。我觉得拍的还真不错呢，老周。是啊，而且这个音乐也特别熟。我跟你说，这小子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在视频里我见过他，一天到晚脏乎乎油子麻花，
而且呢每天是起来以后是刷牙洗脸倒尿盆，骑着一个破三轮来回在农村里溜达。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可真实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他了，叫啥来着？张同学。对对对，特别脏。哎呀，这小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还上次啊拍的挺有意思的。是的。你谁呀？我就是张同学。这也不脏啊。是啊。洗澡了啊？我洗什么澡？我洗澡啊。这个视频就是我拍的。真的？是。要拍的老好了。不错哈。其实我以前呢拍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生活，主要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美好。小子挺真诚挺善良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待会儿别走，咱们一块儿好好搓搓搓一下。嗯，去哪儿洗澡啊？什么洗澡？切磋切磋、哦、切磋切磋。然后呢、嗯、哎，你赶快买菜去。哎呀，我们还要登记呢。对，好事全让你给耽误了。这样，你们俩先搓着，我们俩去登记，然后回来咱们四个人一块搓。那不还是洗澡吗？给你哎，等会儿等会儿、啊、摄像头拆了。对，摄像头拆了，我们还要孩子呢。